干嘛又有礼物了？有12份礼物，看看这12份礼物都有什么。哇，不错呀！喜欢手账礼盒点小心心，手账礼盒有小方本、签字笔。喜欢酷酷扣333，腰带图案是樱桃和表情包，贴纸2种，图案一共4张。再看看修勾手账礼盒，喜欢修勾礼盒的宝子扣666。修勾礼盒也有胶带哦，修勾织了什么这么可爱？修勾贴纸喜欢到舍不得用。新年台历来啦！你们说修勾酷米谁更萌？12个月每天重要的事都可以写在上面，太适合小学生了，还能做周计划，太贴心了。12份礼物每份都有手账礼盒加台历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快来看看吧。不报税了，餐巾是偷餐女儿的盲盒，第一个是那款黄色的餐巾，拿起来看看，马上揭晓。玩沙子，猜对了吗？喜欢玩沙子可以。色是哪一款？马上揭晓。波波球，猜对了吗？喜欢波波球扣2。碰碰球，猜对了吗？喜欢碰碰球扣3，是蓝色的，马上揭晓。颠倒屋，猜对了吗？喜欢颠倒屋扣4，蓝粉色，射箭还是圈子？射箭馆，你心动了吗？喜欢射箭馆扣5，从没错，30。眼镜馆，眼镜太可爱了，喜欢的扣6，会是印章馆吗？还是娃娃馆？追梦袖扣，喜欢的扣7。许愿抽到隐藏馆，不是玩沙池，一对也好看，在虎豹睡。妈，你干嘛呢？你可以给我一个大臣吗？就是他。 OKK 几支颜料几支笔，浅画个大臣给护宝拎着玩，你没有看到画完给妈妈打分，0分到100分。这个花莲打几分？100分。这颜料刷不匀啊，能画好吗？别着急，涂颜料就像刷墙，多刷几遍就匀了。看着喜欢的动漫角色一点点被画出来，忍不住夸自己666。两眼无神，给眼睛画两个小灯泡，快来打分。配上迷你手赞文具，这波操作值个小心心。呼宝回来，两眼放光。快圈圈你的好闺蜜，一起画个大臣，拎着出去玩吧。一起来绿色文具，跟我走吧。很漂亮的绿色手账本套盒，里面有6张主题，8张贴纸。你们喜欢这件贴纸吗？喜欢这件色很鲜艳，绿色是谁的颜色？姐姐最喜欢的动漫《大食神》，喜欢的口音鼠天，盲盒里喜欢的点小心心是哪个？那晚上还有更好玩的，我只本颜色和漂亮，我用荧光笔动漫联名款，秒改双光笔。这么多绿色，喜欢哪一只呢？喜欢恐龙，可喜欢图案好大呀，想把它装满。还想再装点，可以带回家吗？可以呀。好耶，一起来买紫色文具。买哪些呢？挑战开始。毛茸茸的本子摸一下，再摸毛山的塑料本，可爱的折纸呀。先挑好个星星，这是姐姐喜欢的绿色的徽章，还有盲盒里星星，这么多种紫色，都是限定款，我送给你们，给我点小心心哟。这个可以拆起来，好大，两边可以变色呢，好好玩。喜欢就点小心心，毛抓抓好可爱，摸起来好过瘾。抓住，能带回家吗？娘亲大人，可以。老爷，偷偷有火美的作业本，做个多巴胺花园给他发，多巴胺会让人快乐。做手账也会，鲜艳的颜色，精致可爱的图案，想怎么做手账都可以。橙色明亮，红色热情，蓝色大个子配个黄，紫色配什么好呢？就红衬的挺精神。多巴胺花园做好啦，再悄悄翻回去。Later， 护宝觉得不对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。一起来买紫色。买什么呢？一本完整的本子，再大一点，好吗？铅笔套上45块的蛋糕和手账本，4卷胶带，漂亮的贴贴，还有明星周边呢。喜欢搭配的小物，这是小石头，这是钢笔。都是限定款，排队一千，重力铅笔，最喜欢这只，好可爱，好漂亮，有蘑菇啊。
舍不得用，喜欢常把公主们送到古代精灵。你起来好转呀，能在这世上吗？明明就知道我想要茄子的，祝你们天天开心哦。一起来买粉色玩具多少呢？挑战开始。穿起新冠封面好可爱，面子够本，拿着好软，我捏一下再捏一下，去它再捏捏再用那五种，这是什么笔？这又是什么？要三十件喽，正开始。万圣节的心愿是买辆临时车，开个小卖部。OKK。曾经在家开小卖部，经常有人说吃零食你说不好，那也不好，顾客吃零食太减压了。手心心口治愈，喜欢一号车高一，二号车赚一点点零散的，顾客你们都有。手万圣节把它送给喜欢的人，有一整年好运气，能把好运给你们。来四个口味，慢慢他会多忙忙，看就爽到流口水。这也太大桶了。住了，那就积极了。二号车够二，四号车赚一点点蓝色的，这些男生你们是过哪些呢？喜欢三号车够三，积分组上车。我的积分嘎嘎吧！万圣节小卖部开张了。新生活的起点。会劝劝你的妈妈来个零食车吧。不给糖就捣蛋，期待下一期吃零食哦。一起买蓝色食品，挑战开始。看上他很特别像有着。妈妈说这是大卫，大卫是谁？他怎么这么烂？能打我？